有请我们的跳跳糖。现场的朋友，接下来主持棒交给菲菲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声音是这样子吗？可以的，只要是你，我们都喜欢。好，想要问一下现场的大家，有没有人想要海报的？把你的双手借给跳糖。福利时间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最想拍谁，谁让我们欢迎跳糖的 BB。 我打算让他这张海报发20分钟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等着下。我觉得不错，我也觉得不错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给摄影师一点福利时间，好不好？要拍摄人的摄影师，赶快把你的镜头举起来。那台下的观众也把你的双手借给跳糖，把你的热情借给跳糖。热情拿出来，现场的朋友，台下有没有朋友想要 Vivi 手上那张海报？他可以走下去哦，他也可以走到前面去，他也可以走到庙里面去。如果你需要团队，我们两个也可以哦，没有问题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你们可以。可以啊，你们可以帮我站 C 位吗？谢谢。现在不行。来来来，妹妹要海报 ，OK。好了，那希望我们今天现场的朋友想要海报的，记得把你的手都勾的举起来，就有机会拿到来自我们跳跳糖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海报喽。双手举起来，来，我们可以最 Hanna 我们的歌曲上的了，这个呢安排的哦，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可以喜欢喽，欢迎来自我们跳跳糖的笑容。台下的朋友，今天有没有都还没有拿到礼物的？想要礼物的大家，把你的双手借给跳糖。小柔，我觉得你可以走到庙里面去送，看你想要送给谁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你30分钟以后再回来，谢谢。你要记得回来，你要记得回来哦。OK OK， 你可以
在这里就好，就在这里，对，没有错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那里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该有点尖叫声啊？还不要，是不是？先不要。他想要找一个躲太阳的位置。好的，这是主持人专用的哦，这里这边不行。耶！来了，我们拉台妹来了，我们国内上亿，一个家伙。回过一切，知道没？这个单位不贷款营销机会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围，今天晚上就算有家宴不用围，把里面的拉菲斯牛肉配上松露，你想我是输我也不要公路，一条龙的炸弹煎个面我都不从前中间把笔录回到中间中路，年轻人的消费都往后干塞王总太嗨，四个人在角落在电话里不猜猜，只好早点回家，再讲讲来话，就像上一期的排名带着尊敬的笑脸，帮我开心的笑脸拉长，没有这猜忌的排名带着尊敬的笑脸，帮我开心的笑脸拉长。要起来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这么冷静也是蛮厉害的，因为多拍一下，对，是不是？让台妹。来，这边是跟公主约炮，一个吗？哎呦，有没有味道的贴在这边的哈？现场朋友谁想要贴在菲菲身上的贴纸 ？OK， 好像没有人要了。有了。我以为你要把它镜头贴上，贴起来，应该不会这么过分的哦。Yeah.
的跳跳卡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，待会继续上。OK， 来，那当然呢，朋友们，接下来的时间一样，我们舞台上的节目不间断。